Thank you.
风大哥说的没错，妖物果然是从这里来的，越往里头，妖物越多。似乎快走到尽头了。喂，阿奇，回来，雾侵女王洞。喂，那是什么？ 好像有什么恶气出来了，没想到竟然能够如此，这里的力量 竟然足以让我重新化为人形。啊，是你？为什么他能出现？ 你就只有这招吗？ 不，那不是我施的术法。 骗子，不过无所谓。我现在只想杀了，别想，连你也杀吧。吓死我了！哎，那些奇怪的压迫感消失了。 我的力量，不，我不会放过你，不会！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玄涛姐为什么会突然化作人形，而且回到其中，还能说话？难不成
与这时钟恶气有什么关联？这文石上的图形好生熟悉。这里除了这个图文石，看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。那些妖物为何要聚到此地？无论如何，既然妖物已除尽，也拿回了玄涛戟，大家还是先离开这儿吧，免得又发生什么意外。不管多久，竭尽所能。凤大哥，接下来还有要我们帮忙的事吗？暂时没有，但我要将方才地道中发生的事告知官员们，并与他们商讨后续处理事宜。事多繁杂，大概一时半刻脱不了身。不如大家先行解散，该出发时我再通知你们。那好，我到附近走走，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。喂，那我也到处去看看。木叶姐姐呢？我想想。这些碎石土粒要何时才能整理完啊？阿娘，你能来帮你。乖女儿，你搬不动的，小心点儿，别受伤了。需要帮忙吗？啊？你是？路过的人。谢谢，这位兄弟，你真是太热心了。举手之劳。谢谢你热心的大哥哥。这些石材木料，先前也是替大家遮风避雨的屋墙，现在竟毁成这副模样。喂喂，阿七，喂，别玩了。咱们不像凤大哥那样有策定谋略的能力，能做的只有收拾这些石材木料，让这里恢复原状，使大家早日过上安稳的日子。喂喂，沐月，
那个，我只是看到这些残破的家园，就觉得静不下心，总觉得要做些什么。为什么要告诉我？只是随口。突然想起，好像之前在义和镇也有过这样的对话。好像是这样。宁儿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找士兵大哥哥，跟他们多要些麻袋来装实力。那也别一声不响地离开呀，这是要阿娘多担心呀。宁儿想说只是去旁边一会儿，这样也要和阿娘说一声。要是你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要阿娘怎么办呢？哦，宁儿知道了。走吧，阿娘也跟你一块儿去取麻袋。从前在村里，我从来没有跟阿娘青梅交代过什么，总是自顾自行动。现在想想，定是让他们为我操烦了许多。如果当时能再和他们多说些话，为他们多做些事，会不会很多事都不一样了呢？啊，抱歉，你应该不想听这些。不会，你说我听。去吧，就按方才所说调兵部署，安排居民。是。没想到这里的水患以及边境受敌人入侵的状况已如此恶化，短期之内要想让这里恢复成原本样貌，只怕相当不易。据官员所说，水患灾情持续向远推进，若不能从源头施策疏导，只怕连国都都难以幸免。现在灾情如此严重，追根究底，不知那群羌人在暗中规划了多久，又是从哪儿开始下手。凤哥哥，一切还顺利吗？不过阿强，其实你不用回避也没关系，可以一起来听官员报告。我可以吗？为何不行？你不是曾说自己不是在家等夫君的小女子，与其做无用之妃，不如贡献一己之力做臣。啊，你还记得呀？无妃的一言一行，无权记得。那既然王子大人都这么说了，以后我就不客气了。哦，原来我的王子妃曾经客气过些什么？我才没你说的那么厚脸皮呢。是是，我的好阿巧在国内可当祭司，国外可当将军，内外兼修，这么厉害的王子妃我上哪儿去找啊？过了过了，我也没你说的这么好啦，方哥哥。阿巧，我对你隐瞒身份这么久，你怪不怪我？怪，当然怪。那什么凤玉只会假借王子密令，管我这管我那的，还时不时骗我，最讨人厌了。但我的夫君子昭嘛，人还不错，是个为民着想的好人。凤哥哥，麻烦你对王子说一声，我相信他一定能给大家一个安稳的国家，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我也会从旁协助他的。拥有这样的王子妃
真是我大伤之幸。不过呢，凤哥哥，为了我们的同伴情谊，我希望你帮我守住秘密，不要让王子知道我的那些缺点，例如常吃掉许多存粮之类的。我答应你，这是属于我们之间的秘密。阿巧的缺点只有我知道，在王子眼中的王子妃永远都会是最美好的女人。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喂喂，沐月，怎么了？司空爷，距离古神所说的日子时间已不多，我想即刻前往冰封天湖取得剑木原形木身。也是，凤大哥与阿巧应该还会在此地安置些什么，短期应离不开身。我去跟凤大哥说一声，便与你一同出发。司空爷，你要和我同行？这不是之前就说好了吗？你替他们整理家园，不就是想用这方式完成给家人一个安稳的家，这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吗？你怎么？难道不是？总之，护你回乡也是我的责任。司空大哥，木叶姐姐，你们在这儿谈什么悄悄话？我也要听。没有。对了，你们来得正好。我准备和沐月一同出发，去冰封天湖取原形木身。好巧，我们也是来说这件事的呢。下一的事务我已安排下去，也请师父全权监督，目前已无留在此处的必要。我便可如之前的计划，护送沐月姑娘去冰封天湖查探那群煽动者的下落。既然我们已有共识，不如等等大家准备下，就直接往西南方出发吧。嘿嘿，司空大哥想和沐月姐姐独处的计划可要落空了。说什么？我没这个意思。和我独处有问题吗？我也不是那个意思。小兄弟，小兄弟，停步啊！是你？有什么事吗？小兄弟，这几日谢谢你帮我们整理住的地方，要是没有你帮忙，我们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遮风避雨的屋子可待。这不算什么，不用放在心上，希望这里能尽快恢复。这个嘛，一定会很快恢复的。小兄弟没听说过吗？我们这儿在很久以前也曾有过大洪患，后来也为伟大的圣人来过，为我们施下神圣的结界，消除了洪水。原来这里还有这样的故事啊。我们呢，虽然目前生活得不容易，但是我们还有圣人的庇佑，一定会好转的。对了，这是我和宁儿的一点心意，请小兄弟一定要收下呀。这……司空大哥，你就收下吧。是啊，这是我大商子民的心意。
多谢。神圣结界，莫不成在昨日地道中？如果说地道中圣人所布的结界与几山玄涛起的封印雷同，是用来镇压他的力量，那么是我们不觉间破坏了这里的结界，玄涛戟才会获得力量，突然现出人形。原来是当年有人使了封印压制了我的力量，难怪你找封印一解开，我就获得了化为人形的能力。你现在是用心音与我对谈，这也是封印解除造成的吗？猜吧，担忧吧，总之离我脱身之日不远了。等我出来，第一个杀了你这个卑劣小人，终于摆脱你那奇异术法的力量了。木月神情如此凝重，事情大概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吧。木月，我们现在出发，兼程赶路，几日内一定能抵达冰封天湖，取得原形木身，复生化形之人。原形木身，化形之人，早被专虚那家伙毁之殆尽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迟迟无法与季阳相聚，只能四处寻找登天之法。哼，难不成轩辕后人没把这件事传下来？这消息是古神给的，应该不会有错。此行一定能复生化形之人，照出剑幕，返回华胥，让你与季阳姐姐重逢。让我与季阳重逢？你以为我会再相信你这个卑劣小人？畜生，滚！沐月，我没事，出发吧。